梦见回老家。梦见回老家，一方面表示梦者渴望找到一个让自己感到舒服安全的地方，想找个家的感觉，另一方面也预示梦者可能会获得意外之财或惊喜，或者会得到外出游玩的机会。如果梦见回老家时带着男朋友，暗示你的潜意识里想让家人认可自己和男朋友的感情，希望得到亲人的祝福。如果梦见回老家吃饭，表示梦者对自己家乡的思念，想回到家乡的怀抱。梦见准备考试的人梦见回老家，意味着你的理科成绩差，会影响录取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回老家，预示着可能会生个男孩，但若在秋天的话，可能是个女孩。